各位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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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百劫难遭遇，百千百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所知，我今见闻得所知。好像少了一句哈。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问长，你今天天气袂歹哈，够日头，今天不是上管论。今天是那个什么干部提升，哦，其实干部提升哦，也可以上管论啊，对吧？哦，也是可以啊。但是咱今天哦，我有准备有一个纲要，就是修心八字，伊这嘛是管论的内涵。只要你啊把公论哦学好，有一个基础哦，按头发就能变成咱内心哦用功的架构。安尼方向就清楚，就袂卡袂讲学问哦是迷信，啊，毋得要畏对切入。你啊不离心所摄以下就对，哦，这个经论就对，你来看哦，拢一定袂离开这个观论内底的内涵。这个修心八字嘛是同款，一般咱讲要修行，按开出的时间。到底安是得到偌济，也毋知影，是毋是安尼？譬如讲，安尼做一项代志时，安那去听的时，会感觉讲会真上瘾，听啊真好。但是等到剩的时，拢袂记一字啊。表示讲，安平常时这方面吼，迄个组织吼，迄个能力较强。那就为世间人，伊开公司，也是咧做代志，伊有一个吼。啊，有一个次第，啊，有一个架构，迄、那个概念，你在咧做，你得阁真顺手。如果也毋是的时候，就白白糊糊，甚至讲你要砍西啊，嘛砍无，是毋是咧？所以平常时就要训练这个组织，这个架构。感官艺术，按学佛为凡夫要先佛，嘛要有架构。你袂使讲遐客一点啊，遐客一点啊，咧问导游的。遐读一挂经册，啊遐读一挂论，安尼嘛无好。虽然有帮忙一滴啊，但是无法度变成啊内底的内容，用功的是用袂着。有个人有一种人讲，咱在听经，因为经是佛讲的，听经吼是上好的。论，伊无兴趣，伊讲听论就较唔对。有一挂人有这个概念。但是，请问你也咧听经，比如讲《金刚经》好啊，你会看迄个人迄一挂啊较高的人，伊甲写出来有无解说？啊，解说是毋是叫做论？叫做论啊。所以你家看经，你嘛是看无啊，你嘛爱去摕别人的解说来看经啊。同款意思哦。如果安尼看论，就是要了解佛的思想。那佛有受记这些菩萨，譬如讲是无著菩萨，还是龙树菩萨，伊的法脉啊传来的这写的论，你要看这個，也要看一般的，是讲的出家人啊，还是在家人啊，对无？伊家去想的，甲写出来，你看对种较稳，当然是佛受记的人较稳啊，对无吼？如果你也要听经。你讲安来看经，阿买看论，有人有这种思想就对啦。讲论是菩萨写的嘛，啊经是佛讲的嘛，当然佛的经较悬啊，讲的较稳啊。啊，请问你听经的时，你咪经过法师来解说？啊，你经过法师来解说，这是论啊经，这嘛是论，讲有理无？有。啊，平平安尼，啊你是要看佛受记的菩萨说？开始所写的呢，也是要看一般的人所用伊的概念来写，当然是袂稳嘛。
所以这个概念吼，安那有清楚，论就是要解说佛伊所讲的内底内容。啊，一般咱无能力看见看的清楚，尤其佮无法的众生，是毋是安尼？那按开足侪时间去听去看，结果呢，要死啊吼，佮掠狂呢，佮对心肝，那吓得人学位堆起就对啦。有个人。伊很注重一世的恐慌，就人安尼问啊，因为我要死吼，我感觉足恐慌。你是咧恐慌啥？安是毋是讲要死的时，安在注意，吼、哦，哦，安买恐慌，是安怎安买恐慌，较袂惊。如果你啊学佛，学个讲要死，啊会惊，啊把心拢放伫遮。你看，安尼对唔对？唔对啦，对吧？应该按需求后事安乐，应该讲安尼惊是更惊我死哦，死人就要走一堆，是惊这点嘛吼？死大家拢会死啊，惊是什么呢？惊唔对，但是嘛爱死啊。但是安尼目标应该甲劝讲，我死，我有善业通往西方有无？我有善业通做人有无？如果我死啊，对了三宝刀，我是惊。这个代志较对啊，唔是咧惊死吧？是惊讲我死，唔得要去退。今仔讲，啊那死，啊走去西方，你会惊未？未惊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重点爱聊到，咱安尼临终的是迄个助念，是要个助念讲，让伊灭死较未惊，安尼哟？应该嘛唔是啊，应该就是讲要个助念讲，伊会当去西方嘛？啊，既然会当去西方，你咧惊啥？譬如讲，我后世我这世人吼，安尼家境作歹，啊，搞破病，啊，我也知我后世人，我要死啊嘛吼，我知我后世人，我会去来做人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会投身在一个有钱有势啊又善良的家庭里面，啊，你咧惊啥？就免惊嘛，讲安有理无？所以这个物件爱甲聊聊。啊，无你也变成讲需求现实安乐，安尼后世安乐，如果哦信仰较好，你在行啥？伊袂当哦，较紧来哦，哦即世人过了无偌好啊，所以死对岸无啥。有个人伊就是咧，我死会当较好死，啊你若做先辈，当较好死啊。所以观论内底伊咧讲，较早世尊咧做菩萨的时，咧因地啦吼。有人讲吼，伊足惊死，伊惊伊死的时会对着什么刀？啊，讲啊，你较袂惊，伊讲惊啥？我也毋捌咧做恶代志啊！你看遐有把握，伊毋捌咧做无好的代志，所以呢，我拢咧现身咧行善，我咧惊啥？无啥会通去惊。即以后观论内底有写到即个讲啊，表示讲咱即马咧做的善业，是咧培养咱内心的善根，以后。啊，那临终的是，这个善根呢，会让它带了以后更好过的所在。如果家己后我能掌握这个物件是啥物物件，很坦荡，对不？惊吓。但是问题吼，佮阿修得等啊，安就是足少咧做善业。如果安尼做的善业呢，也是为了家己，安嘛是属于恶业，是不是呢？所以修行。人咧讲哦，最重要的代志就咧培养咱内心的菩提心，还是讲培养咱内心的善根。这个善根啊，有的时候基础就打开啊。所以讲学分哦，三善的善者，伊的基础是啥？是善业。所以爱加减啊，做一寡善，趣味改变哦，的人哦，爱了啊，较好的，安尼个较好个。这嘛是培养善的一种啊。如果这也无做无好，家庭啊管理袂好。兄弟姊妹，还是讲一个家庭，安怎样糟糟，啊，吃咧烧麦，吃咧冻。你出去外口会做好个袂？可能你出去吼，该不做熟识，袂使发脾气啊，发脾气会防灾啊。所以嘛，讲菩萨啦，你好哦，哇，你看了真好哦，安好讲出来话拢真好听。但是你也该相处久个时吼，不一定阁比安伫家庭内底吼，阁较歹。无相处久啦，如果啊相处久吼，看迄、那个性就走出来啦。所以
咱的对境就是按周围的环境当中的按爱修炼按着心，就是讲这叫做修行嘛。无讲到这真是要讲啥啦？好，伊要讲的嘛是这尔，苦集灭道，啊无是要讲啥？人有艰苦，要得到快乐，啊伊的苦呢，就是有一个因唔对，伊过去的境界唔对，所种迄个因就歹，啊歹就是痛苦的因嘛。啊你若种好的，就是快乐的因。所以，会当讲吼，提出安尼心，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家庭内底，啊是安会当拄到的人，安那培养安一通的善意就对了。就非这个善吼，就一直藏在安内底，你甲修好。如果啊无安那的修好呢，安的心呢，会较无专注，安尼看人，你看代志，反正较无来就对了。是不是安尼讲讲安尼痴痴？你若对一项物件足清楚的是，迄个眼睛射出来吼，伊毋是用惊吼，感觉讲你啊，这人，咱目睭内能看到我的心肝迄个感觉安尼，真来，你有拄到这个人好无？但是伊射出来吼，佫无恶意，的这个眼光，红感觉讲真好，这个人，真哪像个吼，世间人感觉哦。两个人啊，相对上的是，有一个人对个目睭碎了，是不是嘞？啊，迄个碎嘞，应该是啥物动机，俺唔知啦。就表示讲，对方伊可能作恶，啊无对方一个作弊较厉害，啊无对方呢，感觉这人袂歹，伊真惭愧，拢有可能啦。啊，按下骨呢，这种外相哦，拢唔是足重要，但是也袂使讲无伊个注重，最主要还是俺的内心。一点，所以我今日呢，有扎一张叫做《修心八字》。伊这个《修心八字》内底内容呢，拢是公论内底内容，所以我较早有讲，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呢，伊就是所有有诶菩提心以下的这个内容啊，写得清清楚楚。但是，伊要证成伊的物件，你爱去看八种册来证成，伊是浓缩，一个物件。但是对岸帮忙足大，因为伊把所有一切万法，把组织起来，把浓缩起来，互俺有一个用功的所在。这个物件，俺能够记较清清楚楚，请你用后世人来吼，俺就无形中就要找一本观论，你要相信无？一定是安尼。那就一个人，伊培养一个物件，伊也是惯性。伊到后世人来吼，伊虽然讲不认识，但是伊帮点嘛做熟。一个减的改，这个叫等流习性。所以每一样代志，齐天菩萨说，没有一件事不是从串习而来的。今天呢，安尼对经教无兴趣，但是俺慢慢那个培养有兴趣，叫做慢慢啊培养就对了，培养固得安尼。这齐天菩萨安尼讲的，啊，你要学歹嘛就同款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俺得要知影讲先到恶，迄个中间要看清楚。如果呢，安那了解佛法在人世间要哪用的是，安那去做义工，还是做任何代志，还是家庭，拢用得到。但是安拢会感觉讲世间的道理我拢捌啦。安即马呢，阿来学佛，但是学佛呢，甲世间的道理讲的嘛差不多。啊，所以呢，兴趣都无来啊，心就特别个。反正吼，这个法师咧讲的吼，这个讲师咧讲的，我嘛拢捌，见讲就讲讲遐尔。但是要做就困难了，对吧？每一个人写作拢无同款，有人恶面的，有人善面的，有人较好看，有人安怎，迄个甲安尼结有关系。如果你也太轻视迄个道理，遐简单啊，安尼应该你是圣人吧？但是检查安内心，如果你圣人者，应该安得爱有一个呐恭敬的心，回头过来慢慢来学佛。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哈。来，按即马来甲拍开这个修心八字，哈，有一张啦，迄我会使给用出来。按你讲的是哈，会当对答，阿妈会当问，哈，因为按这就是
干部信念嘛，对不？我今个要讲的信念，就是讲你也对法度了解，你行到地拢会使。你要做，伊刚好法度，你就法通增长你的神经，你就法通看到你内心诶唔对的所在，甚至会甲你的发心会相应。你也伫家庭甲人相处，嘛是同款，对吧？一个人啊，甲一个人未做伙吼，啊，行到地就未做伙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安尼心也较了掉，有法通修正安尼心，看到安家己的问题，安尼改善去到地吼，人拢听个哪命，那宝贝也惊同款的。好，按即马来看，这个修心八字，这个修心八字的西装吼，一个大师吼所写的。这个人呢，叫做朗瑞丹巴多杰三格，以下的对。好，爱写这呢，最主要特别调节你的内心的，所以叫做修心八字，有八个字诵。那来看头一个字诵哈，发心为一切众生。发心为一切众生完成最高的利益，遍比如意宝诸圣，我今善知最无上。表示讲吼，安尼发心的是为着啥？利益一切众生嘛，和众生会当成佛，对吧？啊，这叫做菩提心所摄的动机，做任何代志，这就咧培养安一粒心。会当向善啊！会当讲呢，发心为一切众生，然后完成最高的利益。表示讲，我要度一切众生。但是我要度众生，我有物件无啊？无物件呢？你敢刻一个念佛嘛无够呢？对无？念佛是安尼讲，要往生西方嘛。但是有一挂人，伊对宗教较有兴趣的，你变怎？你讲唔免学遐济，都念佛都好，安敢讲会过？袂过嘛？因为伊的兴趣都毋是要念佛，伊有念佛目的，但是伊阁要甲道理用啊清楚啊。你拄到即个人吼，你都无法度啊。所以讲，为了利益一切有情，完成最高的利益，就是安尼啊。那按检查按内心啊，咱有发心有无？啊，发心可要往生西方嘛，对吧？但是按个要往生西方，阁有内心，阁有个比较深层的，阁有一条心啊。哦，迄个心就是啥菩提心嘛，所以讲我们往生西方三品上生嘛，对吧？迄个菩提心嘛。那菩提心最主要是要啥？是要把我爱执去掉，然后破除一切有情嘛，对吧？那就着安尼安一个家庭好啊，内底有十个人的生活，你是不是十个人爱甲互伊有利益？伊内底呢，甲伊来有互动，同款意思。安尼，你就靠法度人利益到这个人嘛，这十个人嘛。但是这十个人呢，慢慢啊，为安尼生命去扩大、扩大整个界别，安那整个团体、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、整个环境，伊玻璃心就是为这个点，安那我慢慢啊扩大。那就为吼，你落雨的时候，你看到海啊河，对不？啊，你个滴什么水滴？你落雨的时候，多多热的时啊，你看水滴是咪有一点开始深入，啊，慢慢啊扩张。安尼心就是安尼。所以讲，为发心为利，一切有情完成最高的利益。也能讲，安那学好，安个成佛，安得当帮助众生的成佛，把众生呢安顿在佛的果位上。如果安那无成佛，安就无可能啊。如果你要念佛，你有迄个能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唔得较有迄个百面的讲，我有可以。有法度可以往中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我有一个方法，我的方法是对的，啊，所以我会让他带，同款意思嘛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物件就要内心做清楚，便比如意宝珠胜，这个如意宝珠会当一个宝贝啊，大家看，大家爱。但是呢，伊讲我今善知最无上，这个、如意宝珠哈，就是讲，伊虽然是足好，但是伊嘛是物质的。这个宝贝，吼宝珠，伊会当比一个众生，这两个比起来对你较好。众生嘛，对吧？老母甲一个传教，还是老母较传教较好？老母嘛。那我们发心就要利一切如母有情。如果咱若讲无数依赖一条在流转，咱是不是每一边来这个世间都有一个老母甲老爸？
啊，所以一切父母有情，我们无始以来一直在轮回当中无数的对啦，无始无终啊。迄、那个无始无终的是讲啥？安尼挂迄个手环，手环安尼挂的是咪为这个手镜头这样套入去？因为伊袂当阿变好开啦，伊无迄个讲有裂痕的所在，讲阿变好开个坎的吼，唔是啦，伊都套入去，表示讲这个手环呢，伊是一个圆的。伊无一个空，嘛无一个缝，互你胃啊入去，无就对啊啦，非常的坚固。表示讲，你要在这个手环找一个讲有一个头，找有无？无啊，咱的轮回当中呢，无始无终，就是无一个头，无一个尾。所以呢，咱一直在轮回当中。既然在轮回呢，每一遍咱六道内底，不管你化身、胎生、卵生，拢有一个老爸老母。那咱发心讲要利益众生，那众生呢，当然呢，就比如意宝阁较殊胜嘛。所以我爱甲众生，所有厝边隔壁，还有大家朋友的滴，甲当作吼，伊是我成就一个方向，伊是咧助我成就的人，伊是最殊胜的。无你发心为利有情验证哦，到底你是要安怎成就出来啊？伊有三个阶段，第一点。就是讲，我在看到足侪人咧艰苦，我嘛咧艰苦。我看到我的问题的时呢，我怎啊要改？但是有足侪人唔知要哪改啊，唔知要哪合佛啊，伊是咪足可怜？啊，我想要帮忙伊，所以我看到这点，我较发心嘛，为利有情愿成佛嘛，我嘛希望伊得到快乐嘛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你既然发心在众生的当中，你是咪爱跟伊互动，爱跟伊摩擦？啊，有往来，对吧？啊，你有往来中间，开始咱看到家己的问题啊，我开始咱来修正我家己的内心啊。譬如讲，我改足好，伊到尾来为着这样代志，啊，得无好的时，感情是咪拍歹去啊？朋友情是无去啊？阿公阿婆也吃烧面，未久吼都习惯，啊好唔好就要烧面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这个烧面是好啊歹啊，那就无好嘞。那上面足恐怖嘞，暗时要困，林内也倒下台嘞，会袂啊？如果啊，较恐怖的，就变安尼去啊。所以人咧话，会讲要分支，嘛是安尼，因为有恐慌啊，有一个压力啊，啊为着要保持一个生命。如果啊安尼中间要安怎？所以按看得到，这个人世间，伊拢是苦的，大部分按看到一点，啊要帮助所有的人。厝边隔壁安尼家庭的人，还有整个华界、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的人，拢是要帮忙，这就是安尼责任嘛。所以安讲吼，在中安发心了后呢，安就会当安怎呢？产生了一种的信心，在安尼日常的生活就会当用。慢慢啊呢，在迄个中间吼，安对于众生的个性，哦，啊每一个人的个性，安就较了解，安就体悟一种的真理出来，来帮忙伊。甚至呢，马上提醒家己。最后呢，在众生当中，在这一些法界有情当中呢，看到家己的个人把烦恼给断除，然后呢，所知障给怎么样断除掉，成佛。所以为法官到尾啊，成佛拢甲众生做伙啦。各位有同意无？对啊。啊，所以呢，这的人哦，不管伊是恶人啊、歹人哦，伊是毋拢必着安尼报，是安样修行，甲袂样修行啊。这叫做化心为一切众生，完成最高利益，遍比如意宝珠殊胜。而且呢，我要把这些众生呢，把它奉上最恭敬，然后最无上的，因为它可以让我成佛。各位安尼听有无？有嘛吼？啊，你若家庭吼，你袂平安的吼，应该是内底咧吵吵闹闹，敢是？啊，吵吵闹闹变怎？你讲别人啦，哈哈哈！这张啊，加看。哦，这张小金巴是爱加看啦，伊是安尼讲啦。吵吵闹闹一定是对方有唔对，但是安有唔对无？安一定嘛有唔对的所在。啊，迄阵你要讲叫对方改，还是家己改？家己改。家己改嘛。啊，但是伊去甲你骂时，你敢挡会掉？挡会掉嘛？啊，别人啦。无记了就卖插袂得好啊，对啊。但你卖插你耳根阁听会到，莫鼻子，是不是？这大家拢有经验嘛。如果啊安尼吼，你啊
甲回应，用迄个歹声扫盖回应的时，就表示咱内底有一个呐烦恼，我们是贪的，就嗔嗔心，对不对？你该对应，就变安尼嘛。啊，那无论个钱吼是拨袂动，因为伊安尼念念念，啊，你甲对应，伊是咪话就愈济？伊要讲的讲，哎、欸，我你讲一句，你讲十句。啊，即款对方讲，因为你讲的无理，我要讲互你清楚。啊，因为你上面嘛讲袂清楚。对吧？因为那上面是那嗔心烦恼来的时候，那个力都无去啊啦。那咱且讲阿弥念佛，阿弥修行，啊，到底修得对啊？好像来寺院啊，到一个团体内底，就讲我咧修行。请问你讲这个咪修行？唔是咧，修行就是讲咱内底有解，看到安尼问题修吼。哦修行安内底吼，改变安内底的行为嘛。啊，但是你做闭着讲，你在听经文法的时，闭着你啊，要想的一些资料啊，搁较强。你看，佛在讲的就是安怎，你拢无咧安尼照安尼做，就开始用安尼照妖镜咧共照啊。闭着安尼，甲人想袂的资本就对啦，你知道？的资料都足济啦，就变安尼去啊。啊，安尼你看敢有修行？无修行啊。有人讲，我一直要改，但是安怎改袂起来？就是伊发心是嘴讲的，伊的愿是空念，因为伊无去做，当啊就会啥呢？就会世间人吼讲啊，我要找头路啦。但是伊拢无找，因为伊有爸阿母有人去靠，有人去食，有人去困，所以伊无咧紧张，是毋是安尼？有一种人就是安尼啦，所以找来找去都无咧找啦。哎，啊，就摕一个报纸，啊，就到处安行行，无一定行啊，忝就走去啉咖啡啊。等来就啊，我找无啊。行啊，是大人的好课，表示讲要找到咯，嘛是些无很积极的对啊啦。这个无足重要，因为伊存够人个叫人个大，所以伊袂紧张啊。这叫做空念，懂唔懂？所以修行呢，今仔来听，就是讲哦，我特别拢袂记一哩，啊是安怎对着境界时，你甲人讲话时，我的心都抓袂住，伊啊了安个跳动一下，哦啊、哦，我就站袂住啊。啊，我的心。那这么慢，那这么烂，对吧？一个定力都无。既然定力无，讲你念佛会有够定力，我都唔相信啊。那讲念佛，你要讲要调整咱的内心有定力嘛无啊？表示安时有够烂，安就对了。那一个方法咧，本钱哦，你都赚袂掉啊。所以呢，伫个经营上，还是公家上，你也看迄少年啊，有当只你啊硬钱啊，伊就要甲你抬啊，要甲你骂啊。是安怎？因为伊个内心呢，甲人呢，即、這个善良的心，要帮忙的心真少，应该滴真少。你免甲伊讲，你甲讲者，咱就袂得啦。所以出去吼，莫白看，啊，要看来看乌面目镜，咱看较袂得。我你目睭你甲看，无足费啊。你拄到这种的人，你要安怎？要安怎应对？你无可能讲叫伊改变嘛，对无？但是是毋是按改变家己？那你要改变自己，你就先本来了解啥叫做烦恼。你烦恼看会到，你就慢慢来会改变，解决问题。所以讲安尼，爱记的就讲，我今仔已经发愿哦，这就是我的愿哦。如果你啊对着境界，你无去实行，变做空念，那你空念你敢有助你们通去做回向？你无助你们做回向啊？你欺骗众生，欺骗自己啊？是不是？因为你讲无你用啊，啊讲呢？吃咧费用，咧费用啥呢啊？对吧？因为咧费用就是讲你一定有得到这个资源，你有去行持，有去做，你这个功德来费用给别人，唔得靠有，啊，家己无咧做，阿变哪费用啊？哦，这就是讲头一用就是爱记安尼愿，安尼愿到底是啥？因为安就是要利益众生，要利益众生，就是爱在众生的因缘当中，安成就安改变，看到安的个性，人甲人的磨来磨去嘛，对不？改变他的人性啊，所以对着境界是唔当未记这个愿，伊头一个要强调就是这个代志啊。那像咱公公讲未记实啊，安就好。安即马再来看第二个哈，每次与人相往来。就从我心最深处，把自己看得最低，恭敬别人为最尊，最尊的是最无上啦，对吧？上高的啦。啊，这句话呢，
伊个意思就是讲吼，要调服人，按家己个慢心，按来看到按内心呢，咧做人处事，按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无？如果你也无一个目标，你就很散乱，你就无可能看到按你甲人斗阵个中间，个迄个开讲，也是讲话，内底内涵啦。不管讲，那伊咧咧讲讲，每次与人相往来，就是咧甲人做伙个时阵啊。我从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啦，啊，是讲你上班的时阵啦，啊，是讲家庭的你食饭的时阵啦，哦，你佚佗的时阵啦，这是两家人的往来啊。这个往来是一定要有互动嘛。啊，你互动的中间呢，啊，你心是安住在对的所在啦。他说，就从我心的最深处里面，把自己看得最低，把别人呢看得最尊，最无上，因为呢。不管这人伊是个性好、个性歹，迄是伊家己重要嘛。但是我怎啊要调整我的内心的时，我是毋是要甲家己这个心来降低来，来恭敬他哩？这是上重要的啦。伊讲哦，如果呢，你要学佛，要改变内心，要让家己变成讲一个慈悲的人，哦，啊一个善人。如果你啊用到这个观呢，这个观点去做吼。因为我这样做，我做成功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很快乐？我现在有自卑心嘛，我现在也善心很强嘛。但是你所做的这个东西，我在培养你内心的善心和自卑心，种种这个法门，改变内心，你得到快乐。但是呢，这种的快乐呢，也落入自己的自私，按得对。阿罗汉有得到快乐了吗？有嘛，你蛮极尽乐嘛。但是他是不是很自私，为了自己啊。如果咱在做这个代志的中间呢，就在跟人相处。我虽然讲我有慈心有悲心，但是我这个慈心和悲心也无空旷。讲来讲去，你家己有改变，但是你无去帮忙他人，这个心无，你就是未记你头前安尼发心呀啦，对不？为利有情愿成佛，一点记啊。啊，安尼呢，表示伊嘛个自私的就对啊。一个自私的心，伊虽然讲伊无去扰乱了别人。伊虽然嘛唔是讲社会的败类，但是伊甲人相处的中间，人嘛讲这个人做好，但是伊就是欠一步，伊袂替别人想。伊做代志真自私，对吧？你若甲问，伊讲唔知哦，你都问问啥物人哦？哦，安尼阿弥陀佛咯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足有恭敬心，啊，大龙，但是伊的心呢，虽然伊顾家己，但是无为着别人，这个心也无够，无完满就对啦。比如修行的习性。修行心的修行呢，啊，这呢对社会帮忙也无大，对所有众生也无啥物帮忙。所以，咱若看到咱家己吼，如果有这个心的时，咱是咪要甲改改？要改改啊！同款哦，如果一般的人来讲，咱甲人咧做伙的当中，哦，做义工啊，大家哦。要甲完成一件代志，还是讲做某种代志要甲完成的时，一世间你咧办代志，要承办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也甲家己当作是上高的。这个物件，你是不是看到人在讲轻视？虽然无讲啊，但是你咧看，你袂很正眼甲看，你可能用迄个目眼那个甲遐瞄一下呢，对不对？你看嘛，无爱甲看，因为比我较叫我看袂用啊。因为伊对我无啥物利益，我看伊要创啥，是毋是安尼？这个无恭敬的心就造出来，这个无恭敬的心造出来，这个慢心呢，越来就越大，自己伟大了对吧？自己伟大的当中呢，伊的善根的变现哦，自己伟大个阻碍掉了，那就会接不到哦，挡着大路同款，无法当行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它是两面的就对啦。你要培养你的善根的中间，你一定要看到你的恶心，就是讲我有骄慢的心，我对人拢无恭敬。啊，对人无恭敬的中间，你咧跟人讲话，都唔是像平常时对一人足好安尼啊，都能耍个性。先爱耍个性，因为家己较高，对吧？啊，别人来听我的话啊，都必安尼啊。啊，安尼中间里边呐，歹做伙啊。人讲啊，看着真啊，看着贵的，正经的啊。那咱就甲你安怎呢？就甲你排异伫边啊。如果安那做人做到安尼，是毋是足艰苦？如果咱若有这种的
错误的念头，因为讲我读册读了足够，我学佛学了足厉害，我佛嘛念了足够，我经教嘛足清楚啊，在社会上我嘛有地位。如果甲当作一种就是快乐的来源，啊，这种的念头就唔对起啊，对不？这种呢，就是变作呢自大的心呢哦，伊就会感觉讲这种的快乐，伊家己认为讲这种的快乐，因为我当然拢比人较好嘛。我啥人都无咧输人啦。如果既然他安尼是，有你啊当中有看到一个人哦，伊个比你较强，但是你内心知嘛，你永远袂去承认这个人，你会暗中嫉妒这个人，对不对？比如讲一间公司内底，我比伊入来十年呢，我都无法当升到经理呢，伊入来哪两年啊升到经理，你会掠讲个呗？甲看看伊，也无够资深。答案嘛无，对不？这间公司是我为头甲尾，吼、哦，甲爬起来，我是内底一份子，所以讲来，我的战功吼、哦、比他多，对不、啊？这个人不言不告，啊，都会当两年尔，会当升到经理，我看伊是咧破卡针，对不？我看伊拢食甲三人出去咧，哎，你做啥物会啊呢？哦，食物件。俺是不是会安尼学白想？会啊！但是俺无法通了解讲，人过去的因缘是啥物因缘来的？迄只人讲，这个头家呢，伊要找的人，伊找到啊！因为迄阵是大久大无久的关系，是看得到讲，伊这个人的品质，甲伊的品质有相应，有相应就对啦。伊要找的是种人，那俺无法通了解，俺就开始嫉妒，就开始批判，批判是毋是嗔恨心？为嫉妒、刁蛮所产生一种的嗔恨心，会害死人。永远咱内心呢，袂清净，拢不拔，对不？一都是安尼啊。如果啊安尼时呢，阿变哪？安尼心情大家拢袂爽快，因为安心一年拢一点尔，安尼格局无通拍开。那咱表示安尼风度。吃高尚，佮唔敢受气，对不？啊，就会安怎起起住住啦，讲洗脑，洗一挂边啊，伊的部署，还是讲按旧的人，啊，就咧讲这样的歹话，甚至呢，安尼继续生活啊，过了歹，心情拢袂舒服啦。我正要讲，就是安尼。啊，这种人呢，伊的生活过了好吗？一定无好。相反，啊，若看到这点的是，按对人较谦虚的，啊，伊的心肝，啊，伊的。有一挂各方面，伊有我拢无呢，按是咪要教别人学习？按对每一个人拢谦虚的是，这叫做培养诚信啦。无到底学佛是要学啥？诚信也无啥，拢免讲啊，对不？啊，我骂人做我骂人，啊，别人我较袂骂人，较袂就对啊。我嘛看人骂，你看我唔爱咧骂别人，我骂你尔，迄叫无聊就对啊。你爱骂就爱骂，是不是安尼？按是咪拢这样来讲？就是讲，伊看袂到俺家，俺看袂到俺家己的内心啊。我去看中医，因为我有食道逆流嘛。伊讲你有食，你有啉较济水有无？安尼啦，你火气就大。我讲有啊有啊，啊啊有当时啊，就啉较少。讲啊，俺是咪做老师？我特别去看医生，伊讲啊，你较火气就大，你水是啉足少着。讲有啦，我有啉呢，但是啉较少。啊，啉较少就是讲无啉就好啊。就是火气太大，你无够迄个讲两千 CC， 对无？啊，啉一点仔水，莫讲我有啉。啊，人讲叫你来啉两千 CC， 啊，特别去就人讲安尼。啊，迄个医生讲，我去看三遍三遍，啊，你是有啉无？我出家人诶，人发经讲我咧打妄语啊，我阁无法通调查我内心咧打妄语啊。啊，无啉就讲无啉就好啊，就讲我今仔日啉较少，平时我啉足济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我会找足济代志。要证证俺是对的，俺无迄个唔对的。啊，你咧讲我嘛知，啊我拄好因缘未拄好，所以我就无啉。啊，我今仔拢出去外口，啊所以我无伫厝，我就较少啉。啊，外口就无水通去啉嘛，应该嘛即摆咱背着背包嘛是拢会通藏水嘛，对无？就表示讲俺的内心拢无老实啦，就永远无爱输人就对啦。你拢永远拍我拍袂对啦，啊结果人家你拍到足厉害啊，你阁唔知影，是毋是够戆？这就是戆啊。有一。有一个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，有迄个《百义经》内底有一项故事，
有一个富啊富翁，爱有请一个仆人。内底有一个仆人呢，哦啊，迄、那个头家就甲吩咐，讲我要出，啊你吼爱顾门顾好，啊我有一只马，你唔通迄个马吼安尼走伊，所以要甲包好，吼、哦、啊门爱顾好，厝爱看好就对啊，讲看门就对了，看厝啦，厝这个门爱看好，啊就出去啊。结果呢，这个头家出去外久的时间，头家出去讲，譬如讲出去一礼拜好啊，啊第二天吼、哦。伊都看到隔壁吼，你做歌戏，譬如做歌戏就对啦吼，要做戏啦。啊，这人吼，这仆人足爱听戏，听唱歌啊，听做戏。但是伊袂使离开因厝啊，伊也离开迄片门就害啊，对无？伊爱顾门啊，爱去顾迄只马啊。结果伊外巧呢，伊是一个方法，把迄个门拆落，啊，甲绑到马的身躯，啊，要牵伊做伊看戏人就对。结果。厝无门嘛，对不对？查下来，家内底珠宝拢摕了去。头家回来讲：“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卡剩的物件拢摕了，安尼啦，钱也拢无，珠宝也拢无看去啊。”伊讲：“头家，我足听话，你要出来讲，叫我把一片门顾好，我把顾啊足好，马嘛无走，我搁绑做条，安怎走去办一寡代志？伊要甲讲，伊听伊就对啦。所以呢。”甲你顾较足好，你讲我唔对，是绝对大咧唔对，因为你也无叫我甲你顾钱啊。这白衣精来在讲，你看，安心拢用安尼概念去听，啊唔对，佫唔承认，拢顾安家己，因我有安尼照安尼行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，咱顾家己的心吼，顾安家己的这个认知吼，足够，听无阿门。啊，是毋是说叫做吃相啊？讲较钝就对啦。如果呢，同款哦，按一时间，按哪一间公司咧上班，按多入去时，是毋是爱甲人学，毋蛮爱问，即种基本的嘛。爱伫甲头家相处遐久啊，啊，这样拢毋知影。啊，伊为着要满足伊的习性，要听伊。把人刀安怎都死不了，无解解也无关系啊，对不？就逼着安尼去啊，所以这个言自己的心太重了。认为我安尼学就是对，我这种想法就是对，我咧负责任，就变安尼啊。这就是这个意思啦。所以讲，安每一边咧跟人往来的时候，安尼心正经是足尊重人，啊足尊敬人的。安尼调查安内心，如果安那无的时呢，安可能就要改变。欸、我请问各位嘛，恁甲人咧做伙时，你有常咧甲人互动无？有嘛？啊，如果啊问题意见袂合时，是毋是就较歹互动啊？他哪咧互动拄拄好，啊，人啊互动了无好时，那卡掉个好无？啊，无爱插伊啊，代志嘛要解决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如果代志无解决的时，欸，按很多啊开始的时候，讲啊发心要利益众生嘛，对无？啊，这点是咪无去啊？啊，要用讲迄个宗旨、迄个大目标，拢无去啊嘛？啊，那是家庭，啊，甲囡仔，还是讲甲先生，还是讲太太，啊，你做伙是，是毋是为了一个代志咧在那争吵？会当探讨，会当大声，但是内心呢，是为了你，毋是讲嗔恨心、嗔恨心，还是啥，拢 OK 就对啦。啊，安是人嘛，你讲要做甲拢完全讲得出柔软，迄只。真困难啦、啊！但是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吞忍性？如果也无一个吞忍性啊，但是用得好，加袂开好，一定袂好个啦。如果你加得无法当修行加会好，你出去外口讲要修行加会好，甲外口人会好，我都唔相信啊！这个机会就足少个啦，对不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呢，一定要把别人哦当作是足重要个啦。咱呢，爱克己就对。如果咱若无屈家吼，咱就无法通去恭敬。但是屈家，咱有一个内心要恭敬他，要培养我的善根。主要就是这点啦。如果这点你也无做到呢吼，安尼就有影响咱家己，嘛影响着别人。啊，大家吼做伙吼特别孤单，啊，安尼人生讲黑白，讲无彩色，安尼就对了。
啊，咱过了日子嘛不快乐。啊，那咧困难的是，人也袂甲咱扶持；咧困难的是，人也袂帮忙啊。到处碰壁，是不是呢？啊，咱下过到底是下过对去啊？都无啊，因为我看别人，我拢比人别人较悬啊。无一个人哦，我看会下安就对了。看看啊，家己较下，家己安尼，啊安就害啊。这台湾就有一句话讲跳杠了，对吧？都无路用啊。哦，这是孝心八字内底第二句话，要甲咱提醒，就是讲咱平常时是常生活，就是注意安尼身与意，哦安尼动态，这就是修行，无一个修行。唔是看出一切，也是讲当做办，办代志足厉害，处理代志足厉害。迄甲修行有关系无？甲是嘛无关系，对无？处理代志有厉害，迄是是人世间的道理，有咧处理。但是即摆咧讲的修行，就是讲改变内心，看安尼动机到底是以啥物咧做，以啥物态心态咧处理。好，第三呢，一切行动要关心。每当烦恼升起时，自他两界受伤害，坚定面对，求改变。坚定面对，求改变。哎，咱遇到代志，敢会躲避？会不会逃避啊？逃避跟无奈，无爱插伊，有关系，有同款好无啊？啊，既然安怎讲都讲未听，阿莫插伊得，对吧？其实吼，俺嘴咧讲讲买插袂，然后嘴讲为伊好安尼有无？其实俺是咧逃避啦，买甲伊对劲，买甲伊当买甲伊火，较袂艰苦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讲一切呢，行为哦，我们的行动哦，就是讲俺内底行为哦，身与意、三业的造作，是唔是拢为心造出来啊？啊，所以俺得反观俺的内心。如果俺的起心动念无一个目标。你要看起心动念嘛，看了足艰苦，看到无啥啥。啊，你啊，今仔日来讲，啊，我今仔要恭敬一个人，啊，是毋是有一项物件，互你放伫内心去运作？啊，我啊，甲人咧开讲的是，我讲着话吼，要伤害人，安尼我就是无恭敬一个人，对无？无尊重一个人，安尼是毋是看到你的念头离开了恭敬这项代志？如果呢，你啊，甲一当要看起心动念，是毋是讲有恭敬无恭敬？你着歹看，你一定要有一个题目入面，迄叫做法。有一个法入面，较会入心，即叫做持戒。有持戒中间，较会看到讲你在做啥物业，对无？你的心呢，也无恭敬人，你就在做恶业。啊，你在做恶业，伊后壁是贪，还是嗔，还是痴，你就看会到。所以你有一个法入面，叫做以戒为师，以戒法为师，以法为师的对。啊，如果啊安尼中间，你是不是关心就较好关？啊，无你要看你念头啊，看到吼头壳戆。真正看到头好戆，因为你内底，恁在咧看啥，空空荡荡嘛，啊念头足济啦，你也阁念袂到啦，要三个无半层，有看到有物件，要甲你也阁念袂到，啊你也有一个物件，甲藏伫内底，我要强求，这叫做持戒，这叫做合群，是毋是呢？这皈依法，啊皈依法呢，会当看到咱的习性，它能改变咱的习性，就是讲一切的行动呢，拢一定爱起止行动哦，起心念头拢爱关心。啊，关心心足大啊，对无吼？你唔着要为着去啊，那大海那虚空的，啊，你着藏一粒入去，对无？你着知啊。那就讲，哦啊，安尼出去外口，啊，这片湖这么大，一望无际，安尼心就是安尼就对啊。啊，啥物叫做中心？你啊，比如讲吼，你甲一个人讲话中间，啊，你比如讲，你着看迄个湖吼，迄个海呀吼，迄个所在安怎安怎安怎，遐有看到一只鱼啊，对无吼？哦，迄个要有一个标，要有一个标杆，以这个标杆为主，加的是正手边，加的是倒手边，以标杆为主，是不是安尼？迄只你安怎讲人拢无了解是，你其实石头甲牵在，牵在迄个海当中，你就咧，人就会知讲，哦，即马你咧讲就咧讲迄个所在，对无？无海遐大，你是要看对？你甲我讲的是海的对边，你咪讲得好啊，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嘛，对无？那咱的心呢，是不是非常的空旷？沙沙无啦，你啊，甲藏一个法入去，迄叫啥？那就是条啊，定伫安尼内心有无？有一个轨道，啊，迄个轨道呢，就是法。我今仔要用功，就是这个物件，这个叫做皈依法。无按皈佛、皈法、皈神，到底是咧皈依啥啦？
你过佛会成佛嘞？没啦，未成佛啦。佛，伊讲的法是按成佛的方向，对吧？所以按正规就是法。所以归佛、归法、归神是啥？按那归佛的法讲出来，按着照那修行开始成佛。但是按这么通情善了，按那对啥物件无清楚的是，按着啥物话？希望出家人。伊有修行，伊在这方面足清楚，也是讲按有周围大家咧修的人，哦、叫华友，按你那一问。所以呢，讲皈依僧就是我们修行的助伴，好不好？就是讲这佛法僧。啊，这方面呢，按那清楚的中间哦，按你内心，你用日常生活，按得来，按得样用。啊，各位啊，免个烦恼，讲哦，啊个想个足济去，唔免你想两行就好。我今仔要恭敬一个人，在我的日常生活，我如果也无恭敬人，家庭会破裂，哦啊，对我对伊嘛无好，对无？你也想到这个事呢？啊，我到底是要恭敬人，还唔恭敬人？你两个人就是思维法的，这个胜利甲无胜利，好甲歹啦，你做胜利安尼。如果我安尼做的事呢，以后我要甲伊互动，爱真好。啊，囡仔呢？因为即卖即个时代跟我较早迄个时代无同款，啊，我要甲我的频率转互甲伊同款，我才会甲伊互动，对无？有一种伊做诶代志，跟我的境界好像都无同款，但是伊也未伤害着人，是安怎未能接受？一定爱囡仔爱照我诶方式咧，安尼蛮好。所以你伫安尼互动诶当中咧，互安内心迄个坚固唔对诶物件会动摇，对无？安尼慢慢仔转变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法。入去放伫咱内心，叫做皈依法。照这个法呢，甲囡仔互动，甲先生、太太啊，甲所有的人群当中互动的种，俺就是咧关心。俺用七分的力量咧，甲伊讲三分的力量咧关心，是不是安尼？俺咧听法嘛是安尼啊，百分之百无唔对。但是呢，俺咧听的时，有当时啊，这个讲法的法师，伊咧讲的概念，甲我较早做认知的观念，有啥无同款的事？迄就是安那，俺有一份心。放伫遐咧，反观咱的自心，对吧？都三分的心，七分的力量咧听，会当安尼讲就对啊。啊，这人讲的对，甲唔对，甲按过去的概念有差别的是，啊，马上就查掉啊嘛，对吧？这大家拢有经验嘛。所以讲，一切行动要关心，每当烦恼升起时，因为关心，你有一个法，我要恭敬一个人，我今仔就是要好好甲伊做伙，我后边我甲伊相骂啊，对吧？你这个物件放在内心的时，就是安尼。你就跟他用功者，用功的一礼拜，我跟伊相骂有啥物好处？啊，真正无好处，规家伙乱糟糟。啊，伫公司嘛无伴，因为无人要跟做朋友。啊，如果我较听，我也感觉伊咧讲的话有道理，我加减啊听，我满意，甲伊搭嘴角，安多好啊！啊，因为是安怎无爱甲伊搭水果，因为我今仔就要恭敬一个人，培养我的信心。啊，有这个物件来运作的时呢，伊这个行为关心，那每当烦恼升起的时候，因为我要恭敬这个法子内底，我即马伊讲着一句话，我未合意见未合时呢，我是咪烦恼就要起来啊，无爱恭敬你啊，要甲伊相骂。啊，如果你也要甲伊相骂，这个心啊压起的时，你说每当烦恼升起时，你是咪看到啊？因为就是有一个想法在俺内心咧运作的时。安尼，我甲伊讲一句，啊，伊讲袂听，伊佫讲出来时，我就佫要甲掠讲，要甲讲较济啦，是毋是？安尼看到安尼烦恼啦，你是甚物动机要甲伊讲较济？安尼看会到啊？为伊好呢，还是为着顾家己，还是讲爱存心厉害啊？烦恼升起，要甲伊啥款？如果你啊，甲伊当尾得罪过，啊，讲来愈讲，啊，愈受气，自他两皆受伤害，伊也无好，我也无好，因为得罪，大家相骂啊啦。气氛无好啊！我伤着伊也伤着啊，就是咧讲遮，所以安尼坚定面对求改善，就是讲我咧恭敬这个心呢，我爱就是变成我今仔用功皈依的法，所以我有皈依的法，我有用功的轨道，我对着境界的时，我爱坚定甲设起来个锁缚就对啦。锁缚最主要呐，因为伊也咧跟我讲的，我未介听咧。我想到这个代志，啊，我首富，我要恭敬每一个人，啊，要恭敬这个人。伊啊，平常时咧面话，我较早拢会甲伊搭水果，甲伊相骂。我即摆我爱相骂，不管你对啊唔对，对吧？啊，如果呢，你啊讲，你啊开嘴出来时，你收袂掉，啊，你着不管你讲对唔对，你着莫讲话。
安尼是毋是坚定你所付？我要尊敬一个人，培养我的诚信，慢慢啊，久来中间呢，你都有力量啊。迄叫做啥？意志力就坚强啊。啊，你坚定所付，你就是有要改变你内心。所以伊会看到讲，坚定面对求改变，特别改变咱内心。因为对方伊毋是我的敌人，伊甲我面来面去嘛是为我好的，你听。对方应该是安尼。但是伊是面较无力，啊，我听了袂爽快，安尼尔。但是真正的敌人，就是讲安内心的嗔恨心，安内心无恭敬的心。咱内心呢有骄傲的心，你该得罪过的心，有竞争的心，对吧？这是我内心的敌人。所以我的敌人呢，一定要给他抓出来。这个人。你的内心是在温柔这个事，给你保证，你的气质会很好。你写出来那个人说很柔，你在看事情很来，你在锁定那个方向的事很厉害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呢，这就是靠自己平常是用功的来的这个资源啦。你靠法度呢？别个来讲，我要改变内心，改变生活，无拢免讲啦。有五分钟，给大家问。这已经讲的三个字，伊个八字内底已经讲三个字数。有对看无清楚的，迄只恁家庭，还是讲甲人做主，还是讲各方面有问题，拢会当提出来讲。我问大家啦，吼！你若甲人咧意见袂合的时，啊咧互动的时，会产生什么毛病？心情好也歹，歹吼，啊是安怎会歹？哈？伊后壁后坐力，迄、那个后作用，迄、那个利用会产生什么代志造出来？控不起啊，哈，对吧？心情歹嘛，哈，食阁食袂落嘛，啊，食物件阁无味嘛，对吧？啊，你也甲人咧相骂时，甲你钱的时，暗管仔见你做大条嘛，吼。啊，人阁会闭麦嘛？啊，按讲每一工吼，按拢食咧供养花嘛，讲佛祖，你着我生得较水、较庄严的，结果按做爱受气嘛，对吧？啊，你看安尼敢会庄严？袂嘛？啊，你欲闭较水的吼，做闭愈歹。所以讲，母牙车有无？有一种人哦，伊就要食人的，你知道？迄个鬼魅，迄个叫什么话？罗刹，有无？那就比罗刹更宽。哎，就是讲安尼，要修行，迄个方向无去啊啦，目标无看伊啊。安弄一个骄傲心，讲代志特别为别人好的。啊，做代志特别为别人好，我做你啥嘛为你好诶，但侬为好就对啊啦。讲讲诶吼，安菩萨的心肠吼是足强诶，对无？安尼做善事嘛要为人好，拢为人好样。但是别人就咱叫话呢，吼，啊叫话都毋是好啊。这个另外讲诶，好归好，啊受气归受气啦。这袂使欠咧做伙讲安尼对，安尼理由一大堆嘛，是毋是安尼？一个人啊，讲到话无客气啊，唔知影看丢面，看了无好，可能伤害着俺。俺就甲人讲，迄是我正在学训呢，啊无吼，你着害啊你，对无？伊讲这句话，其实内心嘛咧受气啊，伊站袂住，咪开始讲出来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安尼中间，俺无甲人受气，有讲这句话，你嘛爱随意有进步。较早毋是较早有念，按即马即句搁较吞开，难讲，按就搁较缓慢。所以讲学问吼，伊毋是迷信，嘛无作神秘就对啦，嘛无讲安尼，好像很神秘，好像怎么样，讲啊天方夜谭，无迄落代志啊，
啊，我就是平常时日常的生活咧，用的观察的内心，啊，有一个方法去运作，安尼尔。你把烦恼，所以啊，人会投身是安怎？拢讲烦恼嘛，但是后面呢，发展到还有应该烦恼，还不可能让我们去投身，它有一个业，对吧？业的掉，所以烦恼后面呢，他们又这些论师啊，哦，这些行者，他把业又加进去了，所以有烦恼就会造业，因为业。它是投身的正因嘛，是不是呢？你造了恶业，那烦恼它是助伴啊，所以有烦恼你就会造业，就是这样的。忽然天君休困一下，还要来。